澳门大学人民学院将于下学年开设文学硕士学位课程，由即日起至3月3日接受报名。课程创新地融合中葡英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念，必修课的授课语言为双语，目的是培育以中葡英语教学的老师。澳大有中葡英三语丰富的教学和研究资源，教授造诣深厚。在澳门除了澳大，目前还未有其他高校开设同类的课程，对中葡英教学有兴趣的你千万不要错过了。校园记者梁秋霞报道。